吉安乡公所为了提供乡亲更完善的生命礼仪服务，日前特别和花莲县葬仪商业同业工会举行了每半年一次的联系会议，希望可以以良性互动排解乡亲对先人后事法会、坟墓迁葬还有骨灰入塔等异同宗教礼俗问题，同时也推动火化陪葬品减量节能政策。中元普渡就快到了，吉安乡公所为了提供乡亲更完善的生命礼仪服务，在日前特别和花莲县葬仪商业同业工会举行每半年一次的联系会议。在面临了家人亲人的亡故，当手足无措的时候，希望吉安乡公所成为最关怀到位及时的力量。因此我们推行了第二代的关怀卡，我们也开启了花莲县葬仪同业工会的会议共识。我们希望让北区的六乡镇火化的圆满承担在吉安乡，我们希望恪尽职责，让北区包含了花莲市新城、秀林、寿丰、吉安、丰滨，在整个火化礼仪生命圆满能够画下最最顺利的一个服务的吉安推展的要项。乡公所透过会议与工会间达成共识，共同协助丧葬事务圆满，希望能以良性互助排解乡亲对于先人后事法会、坟墓迁葬、骨灰入塔等异同宗教礼俗问题，同时推动火化陪葬品减量节能政策，并提供乡亲最得意的配套选项，让先人能够圆满安奉。记者徐立勤吉安乡报道。